青蛙王子与小公主不得不说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有太。这一期的话，给大家带来是这个绿石青蛙王子哦。那么这把的话是单排，然后我寻思就选个绿石扛一下压吧。那么开局这边靠，哎，我以为徒步会直接来找我，没想到他竟然会杀前锋啊。那么真的是非常非常奇怪，我就是故意选择一个绿色，选择青蛙王子让你来抓我，你竟然不来，太伤我的心了，破轮。这边试图勾引，结果还是没有勾引着。哎呀，那这个话他就杀前锋，那么我们就贴近四合院修机，因为我想要他抓我，想要抓青蛙王子。青蛙王子太寂寞啦。那么，哎呀，他还是不杀我，那么我们只能修机喽。然后我们修着修着，发现小女孩死了，小公主竟然死掉了。啊，那这个前夫肯定是把他带过去，这把小女孩遛鬼遛的，肯定是不太行啊。那么这个很难受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律师呢，没有办法啊，我们就只能修机，但是先保证把这修开再说。那么修开之后，我们再看这个情况能不能试图用我们这个青蛙王子的魅力勾引一下屠夫，或者勾引一下小公主啊，小女孩也是可以的。那么这种段位，这把的话是一个六结局啊，段位有点低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可以这个让屠夫出现失误来获得这个胜利啊，我们是可以这样的。这边的话看一下，哇，看一下这非常丑陋的博弈。那这边的话他在拔刺，那破轮就在等。你看，我们来现场观战啊。那这边的话快血线快过了啊。那这边的话，由于这个破轮丢了个夹子丢在这个椅子面前，然后前锋的话没有拔刺，前锋的话没有踩，他以为他可能碰不着，结果一救人的时候就判定为这个晕掉了啊，导致过半了。哇，这个局哇，前锋修的是真好啊。你看前锋的名字，他笑我超逊，我觉得确实，我觉得他笑的没有错，有点逊呐、啊，确实有点逊呐、啊。这边双倒，那么我们先修会电机，然后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再过去啊。这边的话先修电机，然后看到他变形了，然后哎，我们就找机会过去帮忙啊，来接一下小女孩，懂不懂意思啊？懂不懂青蛙王子过来接你了，懂不懂？哇，直接附身，好，很聪明啊，你懂我青蛙王子，我就带你赢。翻窗户，哇，青蛙王子矫健的身姿，哇，拍个照片，咔嚓咔嚓翻，哇，这个锻炼，哇，这个律师现在翻的只跟前锋一样快，哇，慢翻一下不爆点，然后就停顿一下，拿车子看一下，哇，这个破轮的车技，这个怎么会把你打死呢？我觉得很奇怪哦，真的，这个有时真的有时感觉就是人类，你不太会遛鬼啊，屠夫其实不是很强，但是人类不太会遛鬼，老是没给，你知道吧？那这边话就拍照，他变形了，他急了，那我们躲下二阶，哇，没躲掉没关系啊，这边话没有关系，然后我们盖板，哎，不知道盖不盖板，我们继续玩这个窗。因为盖板，哇，他把我盖下来，他把我抱下来，那么赶快接一下，哇，我的小公主，你不要跑，青蛙王子要跟着你，然后停对讲，他们抽头铁没有，盖板，哇，没有头铁，那么反正，哇，这哇防闪现，哇，这个破人闪现闪的我真的是，哇，醉掉了，他变形，那没关系，我们找机会再卡一会儿，这时候跟着这个，小女孩啊。然后这边的话，哎，我看他想要附身，但是发现这边好像屠夫杀别人去了，那么赶快摸一下，找机会躲起来摸一下。啊，摸一下，哎，这边的话杀前锋，哇，又死了，前锋，你在干嘛呀？前锋真的好逊，这把好在有个囚徒啊，他一直在外面修机啊，囚徒一直在外面兢兢业业啊，这把可以理解为青蛙王子遇上了这个。其实遇上小女孩，遇上小公主，然后他的骑士在保护着小公主，加上他这个奴仆一直在修机啊。那么这句话有这个前锋没有这么把他摸起来哦，超逊，赶快摸起来给我修机，知道吗？听没听到前锋啊？然后这边的话，我想过去这个保一下囚徒，但是这边的话，屠夫爆完引爆完之后，直接又回来手电机，这边就很奇怪。那么我们就回来啊，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小公主青蛙王子。哦哟，帅气青蛙王子，这一身绿真的非常非常好看哦。那么这边的话，哎，我这边给他压力休息，哎，给压力休息，然后看我们走位，哎呦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不着急翻窗户，哎，看一下怎么样，哎，拍照片，哎，再翻回来，哎，怎么样？那这边滚我，那我们没关系，飞轮翻窗，飞轮，哇，窗户翻歪了，哇，这个蛤蟆精，哇，这个蛤蟆精的飞轮真的是恶心的，这飞的这是嘛呀？这蛤蟆精啊，这个赶快刷椅子吧，我这飞轮飞歪了，哎呀，太难受了，本来飞轮要翻窗户的，这个太丑陋了，直接身败名裂，哎呀，那怎么办？那这次话，哎呦，又前夫过来救我。那没关系，让前夫来吧，前夫这一波应该能够救下来吧。
然后的话这边放夹子，前锋哇撞球，哇这么短的球都撞到我们破轮，哇太逊了，开机拍个照片，咔嚓，哦哟旋头好牛啊，来不来打我，来打你的青蛙王子。然后这边哎好像没有打哎，那么这边话滚小女孩那怎么行呢，我的小公主快来，我的女王殿下，臣来迟了。哦，她是附身在我身上，她附身在我身上，非常非常聪明啊！赶快带她走，赶快带小女孩走，让这个前锋啊倒在地上吧，啊啊啊！或者说把这个球子给她卖了吧。那没关系，我们这个时候拍照，哎，青蛙王子在庄园里面啊肆意的这个漫步啊。那这边的话，前锋又死了，然后屠夫的话好像发现这个。他也可能也知道这个前锋没有直摸，那么我们赶快迂回回去，准备去摸这个前锋啊。因为这波的话，如果说我们不摸的话，就平局了，因为他没有自摸，他把这个球都赶出去之后，我们就没办法了。那么这时候的话怎么办？我们就只能回来。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你要把小女孩踢下去啊。那这句话把他踢下去，他知道了，那么他第一时间就点门，他这波非常非常聪明啊。确实要抢点门，那我们这边要抢点门捞起来。哎呦喂，哎呦喂，这个校准失败了，不过好再把它摸起来了。这波话又让小女孩去世吧。这时候话我们和前锋就走就行了。嗯，青蛙王子和兔子，哦，他是兔子哎，青蛙和兔子，嗯，还挺搭配的。然后抛弃小女孩，因为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保小女孩，我们就只能径直走向这个走向大门。哦。那么青蛙王子和兔子不得不说的故事啊，就相遇在一个军工厂，最终我们俩携手啊，手拉手走出了庄园。哎，球都看到了，哎呦，那我们就不拉手了。哎，破轮过来没关系，我们躲一下。哎，飞轮躲防二阶，因为他没有一刀斩，再拍个照片，咔嚓咔嚓咔嚓，哦，投降喽！屠夫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啊，每天快乐多一点。好，喜欢视频的话可以帮我点赞，谢谢你们。Thank you.